科技创新，引领行业革新，品质追求，驱动企业发展，专注专业，创新创业。武汉三相电力科技有限公司。电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，输电线路是电能输送的动脉，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意义重大。武汉三相电力是一家专注于电网故障诊断技术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坐落于中国光谷。2007年，公司董事长钱冠军博士在国内首次提出分布式行波监测技术，十年磨一剑，公司已完成了技术构想、产品研制、市场应用、行业拓展的创业征途，公司集产品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于一体，设有技术中心、研发中心、营销中心、生产中心等九大中心，24个部门，现有员工412人，其中博士8名，硕士研究生58名，技术团队占公司总人数比例40%以上，拥有丰富的产品研发、项目管理经验，公司每年研发投入超过销售额10%，是典型的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。三相电力坚持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发展，以分布式行波监测技术为基础，以电力线路分布式故障诊断技术、大电网隐患监测预警技术、雷电监测与防护技术为核心，积极开展智能电网故障监测诊断相关技术与产品的开发。公司研发生产占地10000余平方米，拥有高电压绝缘故障诊断实验室、电力设备电磁兼容实验室、配电网接地故障模拟实验室3大实验室。公司是湖北省输电线路智能化监测诊断工程技术中心，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，并积极培育推动故障诊断技术，形成市场前景广阔的技术产业。三相电力作为电网故障诊断行业引领者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、中国电力科技进步1等奖、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科技进步1等奖等40余项国家级、省部级荣誉，并主导制定了分布式技术的国家标准和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。同时，公司承担了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科技项目40余项，获得国家专利80余项，其中发明专利32项。三相电力首创输电线路分布式故障诊断系统、配网线路故障精确定位系统、电缆故障快速精确定位与预警系统、接触网智能故障诊断装置系统、集电线路智慧运维监测系统等12个技术优势明显的产品构成大电网诊断技术解决方案。产品先后通过行业专家鉴定，实用性、可靠性得到大电网客户的广泛认可。公司主要产品输电线路分布式故障诊断系统，为智能电网提供稳定可靠的诊断服务，在我国特高压输电线路、三跨线路、藏中联网线路等15万公里的输电线路上累计应用超过2万台，总计监测3300条，成功诊断线路故障3000余次，减少电网直接经济损失约60亿，提升输电线路故障诊断能力，保障电网运行安全。武汉三相电力紧跟电网公司三行两网战略部署，积极投身泛在物联网建设，以技术创新为核心，着手建立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工作站，相关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、轨道交通、风光新能源、石化工矿等多领域。同时，公司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，累计纳税额超过2亿元，创造就业岗位410余个，推动电网故障诊断与预警产业发展，先后被评选为高新技术企业。
东湖高新邓林企业，湖北省上市金种子企业，公司已启动上市 IPO 计划。三相电力紧跟中国电网技术发展的脉搏，为电网故障诊断与预警提供专业化、智能化、标准化的全系列解决方案，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电网故障诊断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。武汉三相电力构筑电网故障诊断技术新未来。